领蕾丝薄纱水晶连身裤，衬托出范玮琪的纤细身形，一开口温暖嗓音就让粉丝陶醉，更接连演唱许多范式情歌。这是美丽的纪念日，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，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无穷完美。现在就要启程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。每一首情歌都曾经疗愈无数歌迷的失恋路程，在演艺圈人缘超好的范玮琪更找来超多天王天后跨刀力挺，第一个播出的影片就是好姐妹小 S 用现代舞演绎出爱情的历程，没想到范范在感谢时说错话了，他真的是身无分文啊，不是分文未取，你在哪里？我好爱你们。他说什么？傻大姐个性在台上展露无遗，范玮琪这一次暌违4年开唱，服装、舞台设备通通重金打造。曾经。唱和老公黑人的定情曲，还有轻快曲风，范玮琪全都能驾驭，希望透过歌声带领粉丝走向幸福的路。 TVBS 新闻黄俊伟、廖广斌、林智慧 SNG 小组特别报道。